韩总，您再看看我们的合同。我现在不开心，不想看。那您怎么样才能开心呢？你不要揣着明白，装糊涂。潘总，看看这不那谁吗？这怎么慌成这样了？走去看。呀，这不是孟冉冉吗？子琪，十三，不是，好久不见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可不是嘛。嗯，这要不过去坐吧。好，走走走。走。快看看谁来了，温软软，咱们以前大校花。原来你们都在一起啊，那太好了，今天我请。坐下说呀。软软，你不会站习惯了吧？这几年大家都好吧？一般般吧，我老公什么也不让我做，就逛逛街，做做脸，喝喝下午茶。哎呀，太无聊了。真能装，说的好像嫁入豪门了一样。麻雀就是麻雀。对了，你那5万块钱的包背了3年了吧？还在背呢。你说谁呢？你俩要不出去打一架吧，反正离我远点啊！别把我老婆送的钻戒给我碰掉了。这样吧，我敬大家一杯。那要不再点点，你们吃什么？你请啊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拉这最好的饭店，可别拿着脸充胖子。小事儿，大家开心就好。服务员，请紧一点。他会点什么呀？再给你上一桌烩菜。也是，那就点软软平时没见过吃不到的，今天就带你见见世面。忙完了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外面下雨了，猜你肯定没带伞。哎呦，这谁呀？你老公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让我先笑一会儿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软软，你以前好歹是校花呀，怎么想到找这么个男的？以前是校花，现在变校花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在外面受这苦？原来是第二次投胎没投好，哎，可惜了。可不是嘛，你看你那钻戒小的，不拿个放大镜看都看不清楚钻在哪。说够了吧，说我可以，但是我老公我可不答应。从我过来，你们这群胸大无脑无所事事，浪费生命浪费空气浪费时间的假名媛，除了互相攀比炫耀，就是用抬高自己诋毁别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那卑微可怜的自尊心，是吗？我这颗钻戒是小，但它是第二钻戒。软软，这是一个男人一生只能购买一枚的第二钻戒，上面绑定了我俩的名字，它代表着我这一生爱你的勇气和决心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其实我现在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这不重要，我爱你是你的人，不是你的公司。不管未来有多困难，我就陪你一起度过。钻戒在乎的不是大小，而是心意。那外面雨下的这么大，你那上流的老公不来接你啊？多大岁数了，你自己没张嘴不知道回来吗？我忙着呢，别烦我。喂，真正爱你的人会督促你们变得更优秀，而不是蹉跎你的青春。你们吃好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这蛋还没。老板，你有什么事？老板，这桌客人好好照顾一下，记我个人账上。哦，还有，如果你们需要拍照打卡的话，可以让我们的服务生代劳。走，老公，让一下。